我从东海岸买的这个，也是第一次说买的这个什么东西，买的这个是带着的这个蓝蟹，全是这个母的，然后是速冻或速冻起来，现在就装船里。现在蓝蟹工地都找到了，就是气候反常这个全有了。不，他就给我要的也全都是母的，他叫这个红膏蟹嘛。反正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试着，就不知道能不能成型。我朋友。